受到0403地震影响到崇德村的各项海上活动，并没有游客前来游玩。不过，崇德村民也开始规划，在7月29号到8月3号来办理黄金海岸活动，在暑假期间欢迎游客来到，来提振在地的经济产值。0403、0423造成崇德村游客减少，为了祈求能够重新供人潮，崇德村长并且邀请祭祀来祈福。简单的祈福仪式，那我们就告诉我们的祖灵，那可以保佑这一次他们的拍摄能够顺利，那所有的工作人员呢能够在这一次的拍摄的工作上面能够顺遂这样。借这个机会，有外地的节目来拍摄，看到我们崇德依然美丽，然后也很感谢他们，在我们部落里面，可以推销我们的美景啊，然后顺便也让我们崇德村可以看见。那么在七八月我们有一场黄金海岸，我希望大家都来我们崇德村，我们崇德村的海岸依然美丽，我们欢迎大家。崇德村长表示，虽然当地的地震影响到观光游憩活动，不过也规划了7月29号到8月3号办理德基里黄金海岸生活节，也欢迎大家来崇德来一游。记者熊报道。